天冷吃辣暖身，天热吃辣开胃。爱吃辣的人不少，但不敢吃辣的人也是大有人在。古意香味浓的香菜经过改良，大多菜色的辣度都是多数人可以接受的，提供因辣而害怕香菜的人一个尝试的机会。不过几道招牌菜仍保持着让人冒汗的辣味，比方说剁椒鱼头，辣味融进鲜味里，吃到一半还可倒入面条吸收鱼汤精华。干锅酸笋鸡的味道层次丰富，辣中带酸，又香又脆。不辣的菜则推荐红烧肉，以瘦肉为主，汤汁收得很干，吃起来香甜不腻。无论爱辣或不爱辣，都来试试古意香味浓吧。